冻龄女神杨贵妃向海兰18年后霸气出场，还有宫女贴身侍候，网民吃了防腐剂。1998年香港小姐冠军向海兰凭着高贵优雅的脸孔主演杨贵妃无头东宫和胭脂水粉等大受欢迎，其中无头东宫的尖飞一角更令向海兰演技受到很多赞赏和认同。鲜少再出现的她近日在以杨贵妃造型现身出场，和18年前的她长得一模一样，岁月竟然没有在她脸上划过。虽然比以前圆润了一些，但是多了一份成熟韵味，贵妇气势还是依旧，容貌完全没什么变化啊。向海兰这次扮演杨贵妃是为了寻道去四川省和江县为当地荔枝旅游节宣传。身穿霸气金色古装服饰，一点都不马虎，还有超过10名宫女贴身侍候，气派十足。现场竟有数百名市民和旅客希望亲自目睹杨贵妃一演，场面相当热闹。不知向海兰何时会再拍古装剧，让粉丝们观众可以再目睹杨贵妃的惊人演技。